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炉火的黄昏，炉火的黄昏。哦，这个8-2-3-3，哦，8-2-3-3。哦，关卡颇多，要用关卡资讯加上这个通关哦，所以这个速度比较没那么快哦，大家就包含一下。50%。哦，还有这个是。人类 CD 重置哈，是给人类用的哈。那我基本上是无视哦，无视之。我要土鸡哈，所以我打旁边那两只。哦，剩一只就慢慢出吧。一样，这个我们先把那个魔力召唤弄出来哦。这一队打到八分，目前为止是无往不利哦。哦，进水珠哦，进水珠。哦，血量尽量不要低太过头哦。哼。哦，跳了，跳了，跳了。再就是隐身盾哦，然后他打到我们会封技，好，打到我们会封技，持续4回合，所以我们可以考虑先把技能打开，我们开一个这个露娜，好不好？然后外加这个毛伤机，那现在是做一个不要消毒的动作会是最好的哦。哦，下一个我们就一波把它带走。哦，战术哦，每个人都有啊，看你怎么运用。哦，现在是属于一波带走的区域哈。这个是强化，不是，是无视减伤的，哦，无视减伤，3只都无视减伤，好，没关系，那就一起把它送走，好吧？在第10关随机小怪，强化盾，那我们就做一个大一点的强化盾给他。这关是不是燃烧一颗500点的伤害哈？哇，我还灌得很舒服哎！下一关魔族和妖精技能会被重置掉，所以，好，先开，大圣不用开哈。哦，因为反正我们会被重置，倒不如就现在把它用一用，这样还比较实际一点哈。这个是赌看新珠会不会被削到了哈。好，算是刚刚算是叠珠没叠好，我没有注意到，哦，不过没关系啊，
天降12 combo， 哦，也是很漂亮的一波带走哈。哦，这后面这三只都被重置掉，哦，只剩下前面三只，所以我刚开技是没有影响的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就重新再把技能出起来哈，因为下一关是反击的哈，反击。当然属性相克的其实一定是先打掉了，你觉得我攻击力有点强，刚不是才三康博而已，真是好一个天降哈！反弹15%，这个的话，我建议是一波再走啦，不然会有点小小的危险哈。那我们就是一样开这个露娜。大圣的话，大圣的话可以开。好，然后。这边的部分算是保留的这样。哦，一波一波把它送走就好。哦，第八关哦，这个全体攻击无效哈，全体攻击无效，中毒30%。直接两只一起送走哈，哎，刚好像没有做到全体攻击，算了，哎，因为全体攻击也不行了哈，差点好像在反射动作，哦，这次大于等于10 combo， 这个有得玩了哈，啊，怎么玩？等妲己出来吧，不然现在没得玩。哦，这个我们的高防哦，这个无所谓，可以跟他耗。那，啊，如果天降不小心十以上，也是很漂亮的哈，哦。哦，这个话才说毕有没有？马上就出招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话才说毕而已，马上就出招了，这样才叫优秀啊，是不是？哦，话才说毕有吗？没有啊。没有那个每天过年的啦。嘿，我差一康，可惜啊，可惜。尽量就对了。九，再一个，可惜啊，可惜啊。妲己出来了哈，不过我并没有打算开妲己哦哈，为什么不开呢？我跟各位解释一下哦，因为我们这一关是进水出，所以天降10 combo 的几率还是很高，哦，天降10 combo 的几率还是很高哦，所以不要觉得我刚刚那个真的是侥幸的，哦，那是游戏设计，好不好？哦，还可以看到我也没有用绿珠 的技巧哦，我就大概做个六七 combo 啊，就很容易会天降了。因为尾王的话，它是会扣趴数的哈，哦，所以我不建议直接把现在妲己开掉哦，因为后面会很危险。还有我们大圣可以磨，所以可以慢慢跟他这样玩，没关系。我们手转大概极限，哦，大约是这个，哦，手转大概是六 combo 哦，其他就靠天降了，所以这边可能会花一点点小小的时间哦。
好，稍微叠一下猪好不好？稍微叠一下哦。有补血猪的话就可以稍微叠了，应该这么说好不好？好的。这个手碟还是技术还算不错哦，这个碟珠哦，再一个漂亮啊，去死吧 ，Thank you。好，看一下网络技能哈、哦，这就是犄角的技能啊，哦，应该是类似犄角的技能。那我目前打算就是属于一个一波带走的态势哦，哦，全体开机哦，我不想浪费时间了，因为刚才耗了大家很多时间了。哦，这三个会稍微扣一点点点血啊，没关系，我们来看一下全体开机的爆发力有多么坚强了。哎，恰恰好的九康宝，这个连锁的有些时候断掉哦。来不及，没关系。欧啦欧啦 ，K， 哦，哇，好，一只大概700多万哦。一只700多万，可以看到这个威力有很可怕、哦，是一只700多万哦，不是全体哦。OK， 好，这个8只、2只、3只、3如火的黄昏哦，这个通关示范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